就嚼到三战。哦，没有。好，哎，我们的名字有哦，对，名字对。刚有对吗？有对，应该是。好，尼玛对小巴开始。哎，小巴一个吸了那个火球，他速度很快。小巴是目前目前人待在台湾里面的人里面最强的卢卡斯，所以这场对尼玛来说会是非常痛苦的一场。对，不过尼玛很强，对，尼玛也是非常有潜力的新人，所以我们期待他的表现。哦，好危险！啊，柏林不参加。好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好。那小巴周围站中锋。对。哇。哇。差点要把小巴压制下去。哦，头锤。哦，刚刚那个头锤真的很可怕。真的。哇！哎呀，被超人被抓到了。嗯，真的。那个头锤实在是有点危险。嗯。哦，哇！这个这空恩接空后很非常的好。抓到落地，哦，这个蛇加空空啊，不过哦，两个又势均力敌啊，对，蛮焦灼，对，好可怕。目前彼此的力回不相上下。哇，撕蛇，身有够长的。对。哎呦，被那个吸尘器打到。哎呦，啊，这个实在是，好。啊，这个非常。哦，哎呦，有成功回来。原来小蛙是打算这样做。嗯。还有尼玛有读到小巴会那样子打他抓他的回场，嗯，稍微延迟一下回场，对，啊，这个不太妙，啊，哦，卢卡斯抓真的非常痛，对，那个上车是非常吓人，哦，哎呦，把抓边打出去，对，啊，哦，这个，啊，被抓到那个抓落地了，对，小巴原本要用一个另外一种落地方式，嗯。小巴刚亮，很漂亮。嗯。哎，跑出去了。哦。哎呦，这刚刚尼玛一连串的 pressure 是非常的漂亮。对。空下空后，空下空后。对，而且那时候几乎没有给小巴反击的空间。对。哦，啊，吸到火球被吸走了。嗯，哎呀，这个小巴那个有点太进去，非常痛。现在尼玛要打非常小心。对。被抓失误次就结束。对。啊！抓刀结束。好，那么就是。1-0嘛，对，1-0，小巴获得1分。
看来这场尼玛选择战场。嗯，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谁比较有利，感觉上，他想要用战场来，尼玛可能打算要抓起来往上丢出去。对。因为虽然说 Donkey Kong 在这一代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子抓起来往上就直接把人打出去，不过这一代只要搭配平台的话，还是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。非常的可靠。对，一下要死。对，对小巴来说也算是压力很大的选择。嗯，尤其卢卡斯其实蛮轻的。嗯，其实中等。没错。对，他中等角色。哦。比马利奥轻一点点，马利奥重我会难过，轻一两公斤。哦，大概我没记错，应该是哎呦呀，刚那个武士刀就结束。对，这个厉害，对，这回场抓到，这个一定要针对，对，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没错。这个进攻啊，我最喜欢中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厉害！哦，马上就追回来。小蛙的那个切入方法一直很漂亮。对，切到别人的盾后面，然后不知不觉中就进来。对，差不多这样。哎呦呀！好人送。感觉不管这两个人，其实打对方都是很痛苦。嗯，因为对当 Donkey Kong 来说，他要接近 Lucas 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对，大概可以拉一只。对，但是对 Lucas 来说，要是被接近的话，他就好笑了。嗯，还不好，他不妙，就存不妙。哦，刚刚上墙没有打到。追真身，对。哎，被踢到，对，卢卡的风险也很痛的。嗯，我刚170%，嗯，不死人就很难过。是啊。哎，踢到火焰。哇！哎呀，这大 combo。哇，都哎哎呦，62%，被接太多了。啊，哎，一张。用上墙的巴掌打出去。小巴盾很好。嗯。哇，刚好危险。看尼玛啊，能不能回来？啊，这个不太妙。啊。哎呦喂啊！对 ，freeze 没有接到。我接到就真的死了，就结束了。对。翻回来，因为目前状况对你非常不利。对。哎呦喂呀，好可怕！对，你把用原地回避躲过了 smash。哎呀，我知道现在靠星星了，要怎么回来？啊，哎，这回来很错的。用二 B 直接去打 Lucas 的下 smash。哎呀，Donkey Kong很重。嗯，而且战场的话，它的战场在地面上的话，它的死亡性比较高，所以说还有那些余裕在那里。嗯，哎呦，那真可怕啊！结束波子弹，没办法，190%，对，趴数已经到了。极限场是我们的哈坦也获胜。对。